我觉得我们草莓是很有风味，即使是香水也不会说很味的。那我觉得那跟肥料的下法也是蛮有关系。其实像有机的东西风味会比较好，是因为它其实它在成长的时候受到很多逆境，它比如说被虫咬、被病害，那那些东西会诱导它一些刺激代谢物产生，那就会让它风味很好。总共是一家，主要做草莓。以今年来说，我们的优势是大溪相对苗栗来说冷得比较早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早种。对啊，因为比较冷，所以相对来说苗的存活情形都会好一点。因为草莓其实有机蛮难种的，我们觉得我们有技术的优势。像我自己是台大的指定系，对，然后我们有很多团队的成员，其实像台大、师大的，那如果学历结合是，我们相信，我们觉得应该是有机会。去中美洲那边基本上是没什么资材可以用的，在那里就是种出的东西真的很好吃。回台湾之后，其实我一看到台湾土地就感受到那个很强烈的不一样，就是一个活的土壤跟一个死掉的土壤，那个其实才是有机农业它真的想要强调的东西，就是你能不能让你的环境跟农业环境是可以永续经营。那我们这边在操作的时候也是朝这个方向去。想吃吉果有机农场的有机草莓，请上 Superbuy 市集。